大家好，我是那个 Tiara 的粉丝，我的本命是恩静和笑敏，然后希望他们能越来越好。喜欢 Tiara 两年了，是昨天晚上到北京的，希望他们在中国发展越来越好，希望能有更多的粉丝认识他们和喜欢他们。希望他们进军中国顺利，我们以后一定会全力的支持他们。Tiara 萨兰黑，黑米努力萨兰黑。我是 Tiara 的粉，我七点多就来这里等那个 Tiara 他们到达机场。我非常喜欢 Tiara 这个组合 ，Tiara 跟萨兰黑。欢迎！欢迎他来到中国。人气女子组合 Tiara 日前同中国龙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大中华区的经济事务专属合约，并在北京举办了盛大发布会。龙真文化将独家代理 Tiara 在大中华地区的所有商业活动和代言。 Tiara 成员也表示希望以后多能和中国歌迷见面。在发布会现场，他们大秀中文引来粉丝的强烈反应。发布会上，张惠妹 SHE 播送花篮以示祝贺，香港天后谢安琪更是到场送上鲜花。圈里圈外如此有人气，相信 Tiara 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会是一片光明。我们是 Tiara， 这里是 MTV 新来军，我是你们的恐龙自言，我是孙宁，一点也不傲，我十五岁，我很高，感觉自己萌萌的。亲爱的男伴们，我比你们帅，有你们我很辛苦。天气冷了，大家多穿衣服。感觉自己萌萌的。我是你们的恐龙自言。我是孙牛，我爹。对，然后高个脸的，我1.8米，我1.8米，那没关系啊。男犯人们，亲爱的男犯人们，衣服哦，
大家多穿衣服哦，大家多穿衣服，大家多穿衣服，多穿衣服。MTV 天籁村将为你带来 Tiara 陪你过光棍节，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女神一秒变女神经。